完了完了，我要被一群老六围攻撞碎了。哼，我不服我不服，我还要再来一把。你们看，开局我是一颗小小的星球，看到地上这些金色的碎片没？我们需要不断的拾取地上的碎片，这样就能使我们的星球不断变大。什么情况呀？为啥他们的这些星球怎么都这么大，而我的星球为啥那么小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加快拾取地上的碎片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千万不能碰到比我们大的球球，不然会被他们给撞碎的。什么情况？刚刚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听说你们也有这个表情包，大家都知道七七七就是嘻嘻嘻的意思。来来来，让我先吸一波你们这群老六的欧气，然后再电摇一下那些吸我们欧气的老六。糟糕糟糕，吸完那些老六的欧气，我的星球怎么大得这么慢？看来我需要足够的能量，小伙伴们快帮我点亮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给我补充能量吧，我第一天了。你们看，星球的速度怎么突然变快了？看来小伙伴们的能量起了作用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的星球也是越来越大，遇到比我们小的星球，我们也是直接就把它给撞飞了。对了，此时整个宇宙就剩我和小篮球了，看我不把它给彻底碾碎，称霸宇宙。